这些案情不单纯。这些照片是不是你拍的？至于你那个学长周信忠，你才更应该要注意他吧。我们今天来就是希望你能厘清案情。我都已经承认了，还要厘清什么？就能证明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五洲制药 CSIC 剑士英雄二正义之战。